来哦、喔，其他你们都头一天来，我跟你讲，迄足抢戏的，足贵的啦。嗯。后礼拜来就较济啊啦，渐渐来较济啊。迄大家说，就今年礼拜来，阮走起来讲爸，有没有大家说？我讲有啊，你都唔当来，可能讲我用的啊，我讲我大家食足济啊，我走起来高用啊。买五百块，有买无买，无买准入算。咱算到三无买甲芳雕，这鱼仔就我甲你讲，这一斤卖偌济，你听袂？龙尖，这海鱼啊，较济着，我那鱼就退价啦。蛤啦，我本来讲蛤啦就小款型啦，色水无啥共啊。蛤啦较红啦，才五百。放走，无啦，这新鲜的啦，哎，搬甲倒落。拜二早这来都唔对啊。拜二哦、喔。那是拜六礼拜。别烦恼啦，别烦恼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上济咱早咱来吃尔，这无啥。恁家要搁食啥？点一两项啊，较袂无聊。点，好无？一盘2500呢。哎呦。啊，头拄仔尔，迄杯数敢分到4盘，莫讲分5盘啦。我们小小大美女，我都叫你花了钱，了超过100块了。虽然是大美女，我花了超过一百。小小，我花了超过一百，你约袂出来他几只？你够看，你够咧认看。无要紧啦，这啊，你无买嘛，无买啦。几只话这？我跟你讲啦，你听我讲完啦吼。慢慢搁讲安尼，讲咧嘛歹势啦。我跟你买80啦，你去八大买60，你赶回来，10只我跟你买八百。即地是娘二两个，恁到在场有人要买无无？我问者，因为我存在物件尔，我先生问看有人要买无？若无人买，要来个收标。有人要买，咱加减问一两项啊，进两地。这腿排要吃，这四地，这六地，这八地，这十地，才200块。来，甲修改来，好我。来，甲修改来。本身伫咧遮，好，先伫咧遮。来，遐衫拢好我，当做一届好我。来，阿送你无甲拍，阿你讲，即个还袂记咧。要。今年还袂记。即一只会再袂到，但只出啊袂八十，无台，两条大只，两尾你看者，阿假会再买无要紧。150，大只，哦，够有人来。200块，袂要紧，哦，得大只，大只诶，我甲咱只大只，你看卖者，这一只超过公半，啊，这半块插落去，啊，这只搁80无？无啦，来，到过来三个来，最后剩啥有诶无诶，加减买两项啊，安尼啦，都剩只碗啊，剩个未掉啦。无啊，哟，剩个来，我唔知你有买无买啦，我甲你剩个俗诶，注意听，我招你一个人去尔，才150超过，啊，130着，买无？没这个冰美来啊，300元。石墨鱼丸130。好嘞，来，我这因为这拢无啊，这摆就卖一半减一半去啊，搁减一半去啊，请问一下，大哥才200元。您敢要吃这套餐？要做下存单尔，我来渐渐要来收啊，卖完就无啊，搁200元，够人来。中前炒三杯的，一样吗？来，来修改了吼。后边无啊。谢谢。到要搁买啥？搁点一两项，这只鲈鱼会再乌的。讲家你要是唔信，做做算。要抬。嘿，无你夹的，阿桑，迄少年就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无你夹的。唔嘛，哦，歹势啦吼。这只鲈鱼会再乌的哦，卖讲100，卖讲90，乌的啊，50对。好的哦，小姐。你到要搁买啥？搁点两项啊？来，安尼啦，剩这两三五项尔，你若唔买，我是要谢谢你。你一款石板，剩只有诶无诶？我甲你讲阿姐，无要紧啦，你甲买就甲你讲谢谢啦，讲遐较济拢无啊，我嘛是甲你谢就好啦。你啦，你讲起无，你听无？我甲你讲起啦。刚才我知本钱偌济尔，讲的是要食果哟。你看者，加500。
要花一千块、两千的，是咧，到过来要搁买，啊，若无你收掉，免含花就免花，这无啥意思。了，钱搁甲你高钱，了，我使来收过来，来，恁到要搁食啥，搁点落去来。拢无啦。这只会再，刚才这只就卖百三，这只两只，只海鱼啊，只海鱼啊，只海鱼啊，要吃嘛？我最后剩这两三只，我甲招掉，这本钱要甲卖掉，一百。你听我讲好无？你靠良心者好无？大细，你嘛较正经者。这只五块就卖八十，我这换三只一百。你是对啊唔对？你看人伊咧笑，伊嘛咧笑啊。一只一百啦，阿姐，吼，不要紧，你听唔到，不要紧啦，吼，咱讲实在无买中啦，但是我甲你讲吼，阿姐来，你注意听哦，我这存了存三只尔，你在场的后尾买，最后一句就对啊，这三只是海鱼啊，我讲这只野生海鱼啊，这拢无饲，这只是一个甲买有太太的，下早你抬一只卖百三百块咧卖，啊，但是最后剩这三只，啊，卖啰嗦，注意听，咱卖讲笑，这三尾总来啊，总来吼，一个人去，三尾拢麻包的，我一个人去啦，卖讲要来两百元，来。这一只卖六十外块啦，吼、哦！就甲你讲，乌龟甲呾还袂八十个啦，买飞机哦。一部我看早顿来家己烫啊，就我爱食这啦，这兔粗够人个，兔粗先看一下，全部无透底哇，一部叫做兔粗哦，兔粗，一部兔粗先问掉，最后一部通通没有了哦，八个。来，甲摆好，甲摆好啦。恁搁要食啥？搁点一块。这拢鱼尾啊。食够咧，剁过。啊，这。迄拢鱼尾啦，迄拢鱼尾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听阿未？你先问我做方面问多一尾。是啦。迄一尾二啊五，一尾千三。哦，来。一尾千三。来。嘿，来。啊，无你等我一下好无？因为吼，我足惊人，安尼即个向后来问五盘，我煞袂晓回答。最低价吼，买两百块。买。无啦，无块。两百。我平飞机，来两百。无啊，啊你今晚要搁食啥？无啦，我今日问一下，你今晚要搁食啥？即剩一罐即个虾仁啊。无啦，是要问看你要食无？你若唔食，我是要哪看？即甲你讲话，人讲伊对虾仁过敏。这只啊，我呀。诶是，迄一只二啊五。啊。那有台无？无。我甲你讲啦，好不好？我即摆甲你讲个清楚啦，不台二啊五啦，家己台小二十，两百三，要台唔台你决定。哦。好不好？你若家己台个小二十，算二啊三。哎，台是啊，嘿。要台吼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阻拦？你阿哥，干咩食虾仁呢？食虾仁最后一个人去啦，我招条就好啦，啊三百。我到你讲，我讲个，我嘛做你个黑布了，迄种个，做个黑布，只三百，是比安那，我继续搁看落去。这个虾仁是干呐？画一百块的呢，一斤虾仁两三百块的，这大盘虾仁这不假的，大粒的虾仁这不假的，啊百块，够人来，这盘虾仁搁百块，百块，第二届无人来，搁收起来，来，恁家要搁食啥？爱冒雪早，微笑早，哎，你们都来了，刘社长。这石板目前搁两种，这盘嘛石板，别紧啦，你真正，安尼你嘛想意外咧买，别紧，我甲你送较俗的，咱无看第二句就对啦吼，别紧啦，无买，准你刷，我讲无买准你刷就对啦，这三买换无这，这买半买啦，这买半啦吼，这才千块咧啦，你抬啊唔抬？一抬，偌济？一抬吼，三买三百，三买三百。一个月三位哈，还有大几位啊？对，一个月三位，啊，现在台哈，啊，三百啊，你卖吧？哎，三百台啊，叫我卖，我那几只，一百八啊，来，这行李啦，这个合理啦。
这几杯就真多，你嘛甲当作鸟车赛。这够赞啊！这够赞，这无人买会到啦。兄弟们，鲑鱼。鲑鱼。兄弟们，鲑鱼。大哥。这一斤卖200块，才3块。加啥哦？这全部300块，无千斤的，全上未换的，够人爱。今麦一支嘴唇甲搭起来，3块就拢掂去啊！这3块你买有吞落去，这两块300块，这两块就300块啊！吼。啊，你们刚刚在我个聊天室那边发生什么事？您搁考虑一下啦，搁要搁食啥啦？搁问落去，一定问落去啊！欢迎您问啊。水鱼块没有了，剩大块。蒜鱼，剩蒜鱼刚刚无啊嘛。蒜鱼片，剩蒜鱼片。蒜鱼刚刚了，剩大块蒜鱼啦。安尼啦，我跟你讲，恁拢莫问啊啦，对伊搬先来啦。我若要等恁问，我会气死啦，真正的。恁就规定，就跟你讲，算我把你当只饼，先去菜市试试，喏。啊，若无，先问者，问者。我最后强只，跟你问一遍就对啊。只若无买就对啊，就真歹势啊，就你各位先生小姐啊。大金，这一斤偌济？你够知？这够赞啊！这够赞哦！我跟他炸两只哦，炸一只鸡呢，炸三只嘞，这是我买的啦，来我卖掉啦，帮我一个忙啦，一包我招一个人客啦，卖200块，阿哥你可以，有人在问无，有想要买哦，你甲看啦，想要卖你都无人要点菜，想要卖啥啦，来点菜，搁点两下，我只好卖你要卖来，问我你要吃啥好无，你要吃啥？你看你若嫌这伤大包伤贵，我提予你看一下，小姐，这两包是同一种的物件，这个比较小包。所以现在俗称贵包都会是。这是同一种的物件，好多以前。这个1000公克，大哥你听好不？1000公克。啊，那个不就500而已。这个400公克。400公克，这个我下我无同听的。来，我跟你讲一下，这一包300，啊，你若伤济食袂，还是会惊，还是讲唔捌食过，咱莫甲开玩笑，另外开实在介绍。这一包130。两包200，这个两包250，要吃够买的吧？哎，你看吃够买的，这好吃啊！这个是黄金一块，这土地一块，这200块200。来，大哥你来。来，200块，你来哦。哎，要不吃个吃够买个炸落去来？啊，鳕鱼片。所以说，对，你要不说的，我就说实实说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客户对啦。不离啊，哥，算你，本来这多对呀，这多对不？来，再来离啊，哥，来再来几回离啊，哥。开玩笑，来离啊，哥。我才懒得跟6万2000人民币的国家吵架。他说不定他的收入就1000块人民币。我大三八三了，来个杯子三，过去盖了。来，大家，我要吃啥？好，我叫你啊，你。我还没吃。你要去吃啥？我点一两下啊。我最后存在要来吃哦，向你们讲话嘞。每片啊，每片啊。大弟说你来了。你吃五鬼啊？20块无台。歹势啦，这两包3包啦，要吃讲话嘞，105块吼。来，起手起来，来130来。你们就叫他们叫台湾。还有人来吧，发声，来讲话，搁百哦，来倒边一个来。较慢的无要紧，较慢的无要紧啦，这只存在尔，无味拢无啥差别啦。一定来，咱袂实在，搁百哦，够有人来。小姐，你敢买？现在。收济吼，两包放一些冰块，好不好？小菜面了，我跟你讲好不好？这2包80，你敢买？我要2包好，你叫一个来。我唔知你讲的收济是啥物意思。一包你若有得买吼，你就甲买就对啊。来，做我问一摆，今晚是我买卖你哦，是你来问无甲我买尔，啊我买卖你哦吼，啊你莫阁发收济啊。
来，甲收掉。你若要等超三十个，我来等你。你写阵帮我填五十，好不好？这不哩卖两三嘞，哎，写了写了遐三百，遐三百，上少百五卖，百五，遐百五，遐总来三百。我都无用啊，这我是要抄完真名，要讲。安尼歹势啦，嘿啦嘿啦，真歹势，咱讲实在，咱迄个有地无地无地准备刷，一几盘你敢要搁点三，啊无你要来收收掉，买个三十二啊，可以完啊，啊可以完啦，可以完来，啊搁来刷你来，嘿啦，我常常问一个人，搁来大底刷你来，大底刷你几条我，啊无要来收收掉。加油！对啊，你回去完先来，做一遍就对啊。生气的，生气就来找我啊！加100块，好啦。我帮你收钱啦，我100块多。加100块，100块。你回去完100块，要有人来？无人来，来，伊讲要刷你哦。再敢问一个啦，好啦，差不多啦，只两块啦。苦战啊！才500。我嘛搁到一地啊，就我就甲你买。我无欠500，你听着无？我无欠500，你若讲解是500才好啊。搁到一地哦，小姐，歹势啦，才安尼500买尔。你的家人两三杯啊，我要等你查完证啦，好不好？三粒好不好？三粒，三粒啊，三粒啊。我要找两万尔。我要尝试而已啊，看哪种。欠啦三粒啦。好啦，谢谢啦，真感谢。安尼我提升。对啦，来你要食三粒仔，算250，啊这够少。啊这个。二一五。这个多少？这200嘛。二一五哈。二一五啦，安尼750啦，安尼好啊，安尼无啊，这要来收掉啊，你若卖我来收收掉啊，咱讲实在，卖个腾无啥意思啊，这要卖你，你都大家惊到要死，是要卖啥？无啊啦，小姐真的没有了啦。一盘叫做原血，我做问一届，我常常问一下，你若无收啊？你卖八十嘞？哎呀，真难啦！这种赛事一地，我靠，你卖100块呢啦，这大地啦，一两地卖200啦，交伊免讲啦，大家看有啦，敢那你看无尔？好，谢谢。找我吃辣椒可以哦，我吃很辣。200块，所以越辣的来找我越好。这等你哦，规地在烘在煎啊，城市的啦，大道啦，这不小道啦，卖完啦，真正啦，这一地80-90块，100块你卖啦。烫老爹不是有那个卖，有卖那个麻辣鸡翅吗？这你若买有五十块，吞落去啦，四地啦。我就来了，下。够什么呀？手机可以哦，可以来找我，没问题哦。这届真正无啦，最后搁问一届啦，最后吞断断啦，弄掉啦，啊100块无啦。喂，100。三个视频。我跟你讲啦吼，我想来收银，咱要卖恁啥啦？来，恁计出偌济？这等下叫镜头先换去边啊，好无？好不？好啊。好吼，先叫镜头换去边啊，因为吼，伊即摆咧直播吼，我先跟你讲一下吼，准备包拎出来，等下叫镜头换去边啊。你要用笔的就对啊。这料钱要不掉，我买在等，因为这重块块，我讲足重的，你听无？很重，我尽量买在等你。第一点，我照一只料料无几块银啊，啊，讲料钱你无啥要算啊。四只鸡吼，过年时啊，我一只卖35啦。这逐只拢平当啦，两公斤的这全鸡啦，全鸡啦。这包剩这包口味无同啦，拢共剩10包啦。好，可以啊，拢共剩10包啦，看到嘛无会讲啊啦。有材料恁大家这个时阵来，等我卖完再过来讲就对啦。卖假啰嗦哦，我讲6包六个人去就对啦。这包会再卖200，若无影你倒去甲看啦，无影巴肚疼啊。卖假啰嗦，要买一人上侪买一包限量的啦，这本钱得150啦。150斤啦。我的人个性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我去边啊嘛，无好，你叫啥都讲出来啊。无啦，你讲迄重，你敢知影偌重？你咩？你我实在是哦，你无讲甲目屎。那偌重是只两公斤，一手嘛较。两公斤啊，迄全鸡迄汤头真赞哦，迄无同个哦。全鸡，你咪来汤食看卖咧。我甲你讲，我讲实在，我个人哦，敢若啉汤，我爱啉汤尔。啊，我去边啊都无好，介绍都讲出来啊。介绍讲出来，介绍无，去边就讲出来啦。知啦，即摆卖一半减一半去啊！我甲你讲啦，来，你知我姓啦，要买人，要买人去吼。即最后剩两个人去啦，一包是飞机啦，飞机包。啊，你等下甲擦，切切小块，擦
小可切一下炒姜、炒豆腐啦，炒一下三杯拢真好食。这一包飞机啦，我甲你讲八十块，你无啥要信啦。总讲一句，拢无啊啦，讲迄嘛无啥效啦。两个人去啦，一人三包哦吼，你切一个甲炒韭菜花，炒互恁老炒白韭菜。他们每天上货跟下货的重量大概在两公斤左右。上车一顿嘛，下车一顿。我过三，三不离五条啦。五条啊，对啊。这包油冒路啦，恁老师是要叫我来卖，我实在气死呢。无啊吧？无啊。这油肉汤头偌赞，你知不知影？我逐天拢，逐天姜肉拢上早卖完嘞，但是今仔都卖到剩一包啦。今仔姜母啊、甲牛肉都卖完啦，最后一包哦，无啰嗦。最后真正拢无啊哦。你那天我还有偷拍哦。我来包伊啦。你要我把照片丢上来吗？卖一包叫一包啦，来叫夜郎虾饼哦，够无？哦，啊，免来啊，这无就搁落落去啦，落去拢塞，全忘记啊啦，敢够双包？哎，来夹芝麻提两包啦，夹芝麻提两包啦，我加加忙好忙啦。啊，这摆无菜要偌济呢？正头拄来甲你讲八十啊，我一定甲你讲三遍啊，即届第四遍啊。较俗的吼，七十九好无？啊，我甲你讲真正吼，我无甲你讲笑吼，来七十包伊。七十个包会无要紧来，会下。我甲你讲，莫差伤济啦。讲了钱，你嘛无啥物事，莫差伤济啦吼。三两块会无要紧啦。这葡萄要降价，一百块。月亮虾饼两包一百块，这最低价，有无拢无要紧啦，无你收掉啊。我第一先看胸，第二看脸，第三看腿，屁股是第四。无买无要紧，再无买别人衫咧，我要招商来。难道这咱讲真正？这我了事。你甲看卖，才要甲公半单，250，250总来，才300超过，啊！你甲千块卖无要紧，到后尾佫买啥？佫点两行啊？佫点两行啊？这样不好吗？来，这只叫做乌鸡，向你问者，才500，是有买有法吞落，才食饱卷的，才透张，啊！啥物讲完？来四包讲完，我即个呀，买个贵啊，要百五，收啦，你爱啥？点菜？有人问，加减问，无熟的物件，就是无要紧啦，放来啦，加减问者，过来要搁食啥，搁点落去啦，点两下啦，较袂无聊，咱讲实在。遮穿衫，阿爸贵。我唔知道，来，你放下放袂，等下我甲你讲好不好？你豆豆甲看，甲咱甲算，吼、哦，哎，遐了尾无要紧，咱唱一句尔，喊穿衫。我卖南山的啊，规盘穿衫才有卖。这穿衫了钱啦。你讲要搁食啥？搁点两啊？这只叫做乌鸡啦，搁来换飞机啦。你若唔点，我若唔知要卖你啥啦。你算过哦？老大，850好不好？慢来。这卖你一个了几百块的呢，但是看好哦，不然中就对啊。我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开始咧，开条咧有诶无啦，无啥意思啦。你这都大只啊，不够大只，大只啊。你买这个位，你买花两千的，两千不是花一千的，我无讲多少，花两千的。你等下看两样大，这种直播等下拢猜到的。你买10月31号，花两千的，一盘盘给咱花两千的花，咱讲真正，不哩讲装笑的。这一斤外口几千块银的，这草鞋、野生的海的大只的，这比量的搁较订单。这其实属性真的不赖。咱看者，无去做做算啦，歹势呢。咱讲真正，无去做做算啦，我搁出来哦。这盘不是多只迄个青菜量哦。你看一下，但是咱即摆招上底价啦，即摆讲提300，200拢免要讲啦，500看一下啦。即盘500，
这个鱼仔若，这个鱼仔若无在城里底，我那笑笑认认啦。这换无一只龙虾啦。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大哥，过五百，过五百，哪有人爱？一句，两句，来，谢谢啦，甲收过啊，这鱼仔花费就无够够高钱啊，高钱无意思啦。这尾鱼啊是野生的一种海鱼啊，这叫做 OK 啦，每年当丢啦，每年当天啦，我若无咧卖鱼，就是咧钓这种鱼啦。我若无咧卖鱼，就是咧钓这种鱼，这种叫 OK 啦。一斤阿八四啊七斤啊，贵啊不便宜，一斤四啊七斤好吧？卖两百块，一只外口几百咧卖哦。现捞的 OK 哦，野生的哦，两百块。今闹什么闹什么八岁八岁，人家看这一只十块呢，大家买买咧走，咱就杀。因为你那天没有穿不一点的过来、啊，要不然我说。一百块。不会说，弯腰的时候事业线就出来。一百块。我都要看啦，不要多啦。飞机哦，飞机你有买啊吧？你敢买飞机？有啊啦，安尼我跟你讲啦，剩一丝仔有诶无诶。这最后再问一次啦，别说这没问到啦，刚才有人看不到的，这阵子来都没关系啦，这最后一次啦，咱说 last door， last door 你听好吗？最后一次，没有什么来希望啦。这一只可以卖70块钱啦，漂亮的哦，用汤的用菜，200块钱，卖200块，这三只来，这四只来，这五只给你来，还200块。一句。一句对啊，一句对啊，这话收济，这话收济，无人要听。这四只来，五只来，还佫200块。一句，哪有人来？无想收掉。无啊，安尼无啊多话，囤车恁啊，迄人买，迄人买，还是你等啥？恁在等啥？你讲者，你讲给我听，我听来。你要等啥？咱要便宜啊！爱买啦，买等个车啦，足轻的啦，倒一半你无改，你甲我讲啦，倒一半遐你感觉后，你甲我讲啦。大盘嘛，足鲜的，大盘拢今仔日的啊。板头乌鸡、鲑鱼、红条、石斑黄鱼，啊，拢唔买。啊，卡麻无多啦。卡麻走袂去吼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就这两三四五行尔。好啦，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最后存在尔，我甲卖袂掉啊。这地是卤鱼啦，卤鱼夹鱼啊啦，恁有人买过无？啊。这一地外口咧卖啊。我靠，嘛无人咧听，含我讲个嘛无人咧听，拢个人玩啦，好啦，阿狗来买买，有无？这三地卖150块的哦，我讲个无啥要信哦，来一百条。26，真老的哦，南投这你看嘞，真正这一地卖五十的哦，你是要比较卖掉尔？我知，谢谢啦。我阁甲你问一下，你敢看者？你目睭闭了紧看者，你这边有咧看无？这个好吃的哦，一百块。好嘞，谢谢来。老板，然后什么鱼尾？老板，鱼尾哦，这无多落去，这一包一百，最低价。小姐，你听我讲者，有买无买？我跟你讲，别急，无啦，这最低价，这三包二啊五。等于你有开这个鱼尾不？这别急啦，先给你啦。啊，到十条啦，真正不得收啊啦。这有买，这真好吃哦，这不同款的哦。来，免啦，无人来，我来收收掉啊。我最后再甲你问一届啦，恁有人即阵仔在哪？即盘飞机看一下啦，即咸猪肉看一下啦，知无歹食，是真好食的，实在讲啦，我都要甲卖卖掉。啊，你都唔走，我想要哪走？讲真正，恁若走，我就走啊！恁大家拢唔走，啊，愈来愈侪人，大概拢安尼，大礼拜拢安尼，拢一直上瘾。我要走。好啦，再见啦，再见啦。好，拜拜。你来先走啦，你遐。啊，我要走，要走。这吼，菜车要甲买啊，四只五万啊，四万五万，200块银啊，来啦。200啦，平和飞机啦，真正啦，四只五只就200块，这足好食，足鲜，太好啦。这五只外口就卖200啦，到底省钱？他快给咱砍掉啦！保证新鲜的啦，真的啦。你以为逃得过我的法眼？大概就跟你讲过啊，恁走，我是要哪走？你愈来愈侪，像你洛阳来这段捡，洛阳山这段来捡石石块。要炸爱三百啦！老师较好啊，真正啦，要200块。打打看卖200咧。哦，俊龙，你好啊，你好。
谢谢谢谢谢谢，够猛大，很暖的，真正很暖的，你带几个来啊？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咱跑到林家，林家有个买啥？这么重要。阿你想啦，阿你想啦，你是不是来哦？不好意思，他有大块招的呢，成交。200小杯，不你卖100，但济啦，你是你几本小杯？200。你倒出来看，那那多啊？这200小杯，你倒出来看，你倒出来好。OK。230。老大。老大。全。对，不抬啦，我叫你给你算啦，400啦。不用去抬啊。老大。不点交是不点咩？是还是无？这里啦，生意牌。继续这里，继续这里。来啦。杭州。安卓，安卓，咱顶起咱送你。啊，你讲个遮无值，遮车笔啊，遮不是安卓，嘿嘿，遮无同哦，老大个，遮无同款啦，遮无同款啦。你去13点一两下，我最后存在尔，有诶无诶变两下，好啊，再讲个。喂，嘿。啊、你要死我嘛？我无，我无必要。拜祭啊！我甲你讲800。哦，啊，无你讲吓啊！我甲你讲啥啊？我讲你。还没过才可怕的。白嘿，你怎么找我算盘？你卖看了小姐安尼哦，把你讲哦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子就是，那我就。你若要钱呢，要提你遐，我都甲你加来哦，都不会你加两字哦。是做啥物啊？不是太太的哦。中奖，野生的。我搁甲你问一届，无咱有别人买吼，这超过低压个贵。你看，你听者不太哦，百五。一礼拜一个，你知无？中国。百五嘞。后大哥啦，大啦，大，我讲不大啦。是啊，我也未跟你讲生肖啦。本来你讲本字我上大啦，但是卖搁讲生肖啦。13。无，谢谢啦。无啦，伊都唔买，是咱台北人，伊都买，你是那我包，对啊，我们古代夫。我走胸腔科的，我没有，我走妇科的。你是要结婚啊？喂，我炸这个皮啊！出来，恁都一半咧搞皮包拢无。安尼啦，我皮头搁较问，皮头尾搁问起来啦。这种沙白鱼丸真正好吃的啦，来回转先来啦，回转先来啦。我最后搁讲一下，甲你最后问一下吼，讲真正，各位小姐先生，恁若唔同意，我嘛不同意啊。恁安尼，阮是要哪同意？咱不同意，怎么讲啊？这上俗啊，上大个啊，这回鱼丸啦，安尼啦，搁出来啦。好事啊，你苗啦，我见啦。下阵。我骗我面纱，这真正回鱼丸啦。甲你讲到真正要死，我最后存在尔。哦。这寡人搞啊，看你要做火汤、做火锅，是啥物功夫啊？凊彩你做啦，真正好食啦，足好食，用钱嘛真好食啦。这鸡头20-30元啦，但是不开玩笑啦，100有人个无？这一个话1000啦，一句、两句、第三句，无人个，但少过两句少甲放过。安尼我话无得话啊，安尼我来搁话就是我甲你讲，我吐血真正。好啊，安尼收啊，到尾个啥？无咯，差不多啊吼。谢谢啦，好恁瞧，你瞧恁大家，你行到这久着，真正。到底去吃啥？算了，包，其实。来，大哥。来，再见。到底去吃啥？你刚刚还没得收啊？到时到啊。啊。这个。这还有吗？没了，还有吗？没了。50块就好啦，去载啦，他要买50要钱啦。七十嘛，七百嘞。对啊。搁要食啥？无就无啊。点点面，加点看者啦。对啊。海王粿。对啊。这种几啊里多的？这种几啊里多的？七八百哦。三千瓜。对啊。他这个片子里面，放点面筋，自己这边啊。什么卖孙来找我？嗯，需要我通票。